项目品牌在首尔举行开幕活动，包括艺人李帝勋、全昭弥、韩孝周都来站台。李帝勋穿着灰色西装亮相，手里拿着公事包，看起来相当帅气。昭弥背着咖啡色侧背包亮相，拍照时不时摆出搞怪的动作，非常可爱。韩孝周最后压轴登场，以灰色的套装搭配黑色高跟鞋，看起来十分有气质又庄重。